大家好，我是黄耀德。我至少在家人和邻居方面就吸收了很多家居维修的经验，及后读书的时候喜欢一些理工和科学的知识。之后无论同人补习、在社区开班、在理工学院教书，或者在电台里面做节目几十年，都喜欢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知识。希望大家在我的节目里面都有所得益，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指导。最后希望大家生活愉快。